哎，拄仔我有讲吼，咱咧我做摊头客，所以我拄开始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分遐芋草粿，啊粿就是厝边隔壁吼，拢收换工，古早拢收换工，啊收换工你哦分芋草粿，啊种隔壁是行爱行半点钟，伊嘛讲隔壁吼，然后隔壁嘛感觉讲，伊来是啊人吼，大家吼恁到底恁到底报产的是，你伊来咱家，我因报产的是，咱就过伊遐，哦，啊所以讲呢。哎，当讲，咱拄啊浮差不多一点，三十分吼，只一点钟。因爱浮在些五六点开始爱浮到吼黄昏的时阵，所以开浮这么一点钟久，所以他们很辛苦哦。所以咱有感受到咱的农民的辛苦，所以呢，日后呢，咱对农民吼啊特别感谢，啊嘛特别吼啊对农民的尊重吼。啊，当讲今仔呢，立博啊特别开幕啊，今天只是一个刚开始而已吼。啊、所以今年的啊，咱嘛有进入这个体验的所在，就是今年的种植啊所在有双山龟的一个进步的鱼啊，就是年年有余哈。哦，咱的咱的这个鱼啊哈，好比感受就讲，大缸拢有它存，大缸吼，你只要做菜，你得拍平日金。好，谢谢。